我要帮俺命画，我觉得俺命也可以做得很漂亮，我可以让你变漂亮，我可以让你变漂亮。来，让我看看你能变得多漂亮。Welcome to an Min's channel. Big B, Big J. 三号技师同学，如约不是如约哦，你还是叫技师上门服务。对，是他极力的邀请我来要给我化妆的。哎，是你先加我的，不好意思。是因为你要给我化妆，我才加你的。嗯，我们只是第二次见面，根本不熟，他不是我朋友。嘴上说不要，然后又手还是很老实。不要停止，不要停止，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快告诉我，你今天要帮我怎样？大家应该看惯你美型了，所以我今天要帮你化。对，因为我怎样都很美，我想看你能让我粗犷，很粗。粗犷是什么？粗犷的。粗犷是吗？粗犷是我下体粗。想给你画一个，哎，不好意思，贴到裸照。刚真的有看到，我没有看到，真的有裸照，真的有裸照。不然你滑到裸照，自己吓一跳。怎么会有人？我特别不理解，为什么会有人？就每次健身完都很想看一下。那你是真实的裸照吗？不是那个全裸的，就是我，但是我知道会有些人很爱自己拍自己的裸，我不太懂哎。就健身完总想看看就最好的状态，因为两个小时以后就没有了。就刚刚健身完还冲。好，算了，我知道你爱拍裸照了，开始吧，开始。对，想给你画一个很有名的游戏，叫《王者荣耀》。你知道的，对不对？撸啊撸，是吗？不，那是英雄联盟，那是英雄联盟。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，随便。反正是有游戏《王者荣耀》，然后里面有角色叫凯，因为我主要是觉得你的发型和你的脸型，似乎有那么一点点像。哇，他很帅，这个人。对，这我想说可能。算了，大家不要期待了，我觉得。我帮你上蓝色的粉底吧，然后整个脸是蓝的，有这个东西吗？没有蓝色粉底。OK， 那我上，就对，大家就是这样一个意思吧，想帮你往这方面走。好，你现在脸是有东西的状态。什么没有？那你真的很厉害，就各位观众他本人的脸状态真的很像，皮肤就很好啊，我都说了。前几天他给我发微信，他说：“你告诉我你脸到底做了什么，为什么皮肤会这么好？”因为我自己也想做，你知道吗？我说实话，想买我的脸，天生的。不，你当时那句话也很厉害，我可以讲吗？我说什么？就，哦，我没有在做那些有的没的，我要不就直接一刀下去。没有，我这么讲，我说我只整形不护肤。你说你只动刀？没有啊，之类的。好，那就开始吧，别废话，少啰嗦。为了增加你的难度，因为我不爱你的粉底。不爱用的原因是什么？白，我讨厌所有让我变白的东西。好，那这更白？这个好像更白。哇哦，好大手笔哦，你一下就有一张脸的量。我总觉得你在开黄腔。大手笔，你有没有弄？哎，别无所谓的。那你的皮肤状态真的很夸张，看不出你是40岁的人。我不止40。这也是我一直就。那天发了我合照以后，有人问我说：“哎，你知道俺命？”我说：“我认识，最近认识。”然后不认识，我不认识。他到底几岁啊？我说我也想知道啊。之前有一次我也是参加活动，然后有人见到我说：“俺命到底几岁？”对，就是美妆圈的活化石。你少来，我不是美妆圈的活化石。甲骨文，我是网红圈的活化石。就我是完全不了解，然后我也是昨天，我只能说你孤陋寡闻。对啊，没有品味。我小时候在玩，谁有空搞妆这种事情？不要笑会卡完哦！你不要玩我，我妈会看。我可能就以后让你不要跟我在一起玩了。对啊，我妈会觉得我跟你在一起学坏。我真的就是对啊，美妆圈的毒瘤。你就是要摧毁所有白翠芳，一个个来。你觉得我手法怎么样？还可以吧？有进步吗？进步？我没不熟，我第二次见你。就是上一次你看我给芳芳，哎，我真的觉得你上次给芳芳画修容还有提亮的位置真的是对。是啊，就那两个颜色，啊、那两个颜色其实我画是好的，因为只有两个颜色。OK， 好。很冷漠，那很棒啊，要加油啊！为什么你眼睛下面是红的？我每天早上醒来眼睛都红红的，不知道为什么。你真的自带这些网红气质，就你少来！因为我很喜欢在眼周画一些红的，就有的没的颜色。Okay, 要定妆是吗？因为好像没有事可以干你的脸，好无聊啊！我就说我的脸不会很容易出错的，因为芳芳可能这边要花一个多小时。那我先手画是不是很专业？我看不到，观众你们弹幕评不专业，你自己在戳我的脸，不是应该用戳的吗？不是直戳，算了。他们说直戳就戳毛孔，这样定的会比较。可是我没有毛孔状态。也是，你的脸状态真的很可怕，一点都看不出我45岁的是不是？我就觉得在给一个就是雕像在画。我很容易给人家一种假人的感觉。对，但其实你又不假。我每次去理发店，我在那一坐，然后我朋友都说感觉是你是在摸我脸上什么假体或者之类的。我想看一下有没有定好。你知道有一次我超贱的，有一个当红女艺人，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快，我听。然后，就是出了名的当红女艺人。我第一次见她的时候，然后我们在聊化妆品。我当时新买了一个东西，她说你来给我试用一下小白。然后我就趁机用我的手指，因为化妆用手支撑下巴或者之类，我就暗中在顶，感觉她就感受她脸上有没有然后呢一些
然后呢？就很真啊。但是这故事有折角、啊。但是他就是出了名的，大家都觉得他是假脸的那个。谁呀、啊、谁呀、啊？真的假的？真吗？真啊真啊，那时候很早，那很早之前。哦，他不长这样是那时候。不是，那时候很漂亮，那时候比现在漂亮多了。那就开始玩了。哦，到最后。快来玩我。妈的！所以我昨天在那边看，我震惊的是，你竟然是有百科的男人哎。哎，是现在不容易有百科这种东西了吗？我不知道，但就搜你跳出来竟然有百科，我觉得哇，真的是。我十年前就已经有百度百科了，但是在里面全是假的，大家不要信，全是瞎写的。你不要再看我好，我感觉你的眼睛，我现在你害怕是不是？充满了恐惧。我是天蝎座，我超级熟，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得罪我。这样就加了好友都可以快解除的。对，反正我们第二次见面也是最后一次见面了，对不对 ？Never know， 上海那么小。嗯，告诉你，没有缘分的人，哪怕住面对面，住出邻居，该遇不到还是遇不到。所以现在是在讲谁？我觉得你在讲别人。一些人。你眼眶有点湿哦。真的吗？你感受到了？不是眼眶湿了。是哪里湿？你现在开火枪吗？不是眼眶，你到底想到了谁？我的腋下也湿了。你会不会扇我一个耳光？什么？我觉得你很会打耳光。我不会，我不会打架，不会吵架的人。我觉得你好像很会吵架样子。我只是说话语速特别快，但是我不太会吵，不太会和人家真实的吵架。那你最生气的状态是什么样子？不讲话。那也很可怕。所以你可以用家乡话骂一句你觉得最厉害的话吗？不要，我特别想听。不要。嗯的是什么？你不是传说中的大猛一吗？娘一。所以 MCC 时代真的是有带来收入是吗？听说我你都很有钱。MCC 时代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收入。那个时候的网红就是纯自己拍自己喜欢的照片，然后打扮成自己喜欢的样子，跟任何经济收益没有关系。就是我们完全完美的错过了现在的那个网红的经济时代。那时候的收入在哪里？因为我看不 MCC 出来人号称都赚了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就是我很红很红的时候，我去网吧，下载 Photoshop 修照片，去网吧写博客。我那个时候连电脑都没有。早期好像很多人都会这样吧。那个时候我很红的时候都没有钱的。对，我带着我很多朋友来问的。所以你现在平时在干嘛？我平时在干嘛？我没有任何的事情。因为你刚刚我在来的路上，你跟我说那句话也很惊悚。就是什么？我现在没事在家里就。哦，傻坐着，傻坐着。对，我每天都是啊，我只要给我一个音乐，我会坐在电脑面前拿玩手机，然后听音乐，就我几乎每天都在做这个，只要不出门，我每天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。爱看书，你看我这么多的书。你喜欢看什么类型的书？我喜欢看可以和我对话的书。哦，不要看，我看到了。It's okay。哎，等一下，我要对焦。很好看啊。你干嘛？没什么，你干嘛？我是要心理建设一下，因为你马上就要失去你这个好友了。诶，是换很成功的意思吗？不是 ，A 是成功的意思吗？为什么感觉卡卡的？啊、哦，这什么声音？你要做什么？我想画，就是把眼睛画大，就留白，你懂我意思吗 ？OK。很多人都不知道你在上海，其实。对，好多人不知道我上海。我昨天去出去一个活动，然后他说你是染病吗？我说对。他说天哪。然后我刚刚没认出你来，我是看到那个活动名单才知道的。我说我和照片不一样吗？他说不是，我没想到会看到真实的你，就是因为你是在活在传说中的人。对，他说你现在在上海吗？我说对。像这种感觉是不是很爽？像这种话，没有，就是传说中的。然后他又说为什么你都消失这么久又出来之类的？那只是他没有在上 B 站吧？也没有，我是真的消失很久。我之前有一段时间，我希望所有人都忘记我，然后我淡像安室奈美惠一样淡出这个。所谓的网红圈，是因为不开心吗？没有啊，是因为我有足够多的钱，不想再抛头露面。殊不知，那你钱呢？我有很多房产呢，哇，那何必画画呢？我们直接去床上包养我吧。画完再去，画完你肯定不想碰我，你会很生气。画完可能你不想碰我了吧。所以没有什么就是不开心躲起来这种。没有，我是觉得因为我的收入稳定了，我就不想，因为就觉得没必要。后来淡淡的，就慢慢的，就收入开始越来越差，才意识到哦，过气这种事情，然后觉得哦，原来人气是和金钱挂钩的，想说那我不得不又死皮赖脸，又是变成一个老不休，又再出来再跟年轻人抢占一下市场。非主流不一定是现在那个障碍家族的非主流，我觉得只是对一些比较。只是不主流罢了。对，其实现在我也不主流。
现在还好，现在其实我觉得现在是这个社会的关系，哦，对，因为大家对怪的东西特别接受，你用不到怪这件事情，已经见怪不怪了。你现在完全不算怪的那种。我是 high fashion。 哦，对，我想我还有很好奇的事情，你会看评论吗？ B 站的评论和弹幕其实我都会看的，嗯，会看的。 B 站粉丝都还比较好，因为就是现在关注我的人，其实我觉得新粉比较少，都是老粉，大家就是都是一个比较祥和比较平和的一个心态，就没人来骂我，嗯，就我就还好，就看一下。所以你是会被影响的人？我以前有段时间是完全不会被影响，后来我把评论关掉那么多年之后，现在当我开始在用 B 站和微博，有人评论的时候，我很容易因为这件事情生气，真实的就变得脆弱了很多。那不是很容易受伤吗？习惯了吧，因为以前整个天涯感觉就莫名其妙那种八卦的帖子，就感觉几十万人都在骂我。哎，以前那种八卦，那你当时什么感觉？我觉得就很难过啊，为什么感觉全世界都讨厌我？我只是自己拍拍照片，打扮成我自己喜欢的样子，大家为什么要骂我？又没做任何对不起你们的事情。就那现在你还会被影响吗？影响比较少，但是现在也没骂我的人少了，因为我觉得被骂只有证明你红的时候才会骂，你不红的时候没人骂。所以说我其实现在很享受现在这个状态，就是有差不多的收入，然后也没人骂你，是刚刚好的。如果你现在让我赚很多很多钱，走哪都有认出我，然后一直有人骂我的话，我绝对不会开心的。你现在笑是笑我的内容还是笑我的脸？不是，你整个人很正面的，但长这个样子长得我花得很欠吗？哇，腿第一次打那么开。我们又重复到了认真的顶到我。之前有一次大志帮我化妆，对不对？景甜的化妆师，我知道。然后我说，我的这个膝盖有没有顶到你？鸡鸡，我那是故意的。他说没有。我说那你鸡鸡太小。你刚刚很通过刚刚这一下，我可能觉得，你可能比他大一点点。弹幕有我用过的人吗？可以帮我正身吗？哎，我刚看到这个衣服，这个男的穿了一个内裤而已。这是一个 SM 主题的衣服。你是用蓝色给我画鼻影吗？因为它就是蓝的。我现在反而很好奇，想看镜头了。不要看，不要看，不要，千万别看，我这很怕，我现在紧张的很。你现在好像某种动物，你其实可以看一下吧。我其实不，你说好像某种动物，就动物园里的一些成精的松鼠。这什么？还可以吧，我觉得蛮好看的。我感觉我要哭了。Why？还好，挺好看的吗？我要哭了。不好看吗？但是感觉变成另外一种人类。不是人类，是动物。你主要羞辱我。继续。哪有这个刷来羞辱的？你要自己是能喷的吗？可以。哦，我只怕我应该是不能。你这么说，你还会觉得我脸上都是什么假体或者异物之类的？我怕万一怎么？你觉得我脸上哪些地方是假的？可以讲吗？可以讲。这里啊。然后呢？其他我就看不出来了。你说对了。双眼皮也是假的，双眼皮还蛮真的。真的吗？我觉得双眼皮我没有看到，就是刀或者。我双眼皮做的，但看不出来。下巴打了点玻尿酸。下巴我能感觉，就我下巴画到时候能。我下巴真的是我特别纠结的地方。什么就没有做？就是有。你可以聊吗？整形痕迹是可以聊的，我可以聊的。因为大家老觉得我鼻子是假的，觉得我脸上什么各种地方都是假的。鼻子还好，我就整个人长得很假。我觉得是因为皮肤。有些人就是这样子，既然。来了，顺便就问一下，大家都在吹，你们想看两名的内裤吗？为什么？这个转折也太硬了吧！就突然想到了，因为刚刚我们不是有聊了一下吗？哦，对，刚刚聊了什么叫什么钉？双钉啊，我说双钉，你们都知道双钉吗？我说什么叫双钉，然后他给我解释了一下，我说，然后我们俩就聊，我说我就是穿普通的四角裤，对啊，就还蛮想不到的吧？为什么想不到？因为感觉你应该精致一点。怎么可能？就至少是这跟精不精致哦，我也有三角裤。有品牌的吗 ？Acne 的。OK。我有一些朋友的内裤比我的外面的裤子还要肥。我也有这种，我早期是这样，就很美国派那种。然后我就我没办法。你的嘴唇是也是天生翘、哎。我的嘴巴是天的，也是天的。也是天生，因为好多你看这边我好多人觉得我嘴巴说，我就帮他验证。对他们说我嘴巴是。假的，说长得太标准了。对啊，可是在我以前这边都很厉害。可是在我以你是不是在要问我的牙齿也是之类的？对，因为我知道，因为我刚就是整个人一看以后，哎，这边好像。但是因为我太精致了，我牙也真的，但我矫正过，但是真实的牙齿。因为牙齿也是整齐的，我本来不合理。很深，
我嘴巴也是真的。那你这就是老天在眷顾你，但同时又给你。我觉得我变化最多的就是眉毛比以前粗了很多，浓了很多，然后双眼皮变宽了。讲到这个，你的粉丝也都玩得很开，大家都把你最讨厌的东西全发给我了。像是什么？我已经触犯了一条大忌。什么？俺命超讨厌刺，难怪刚刚都生气。这个还好没有那么紫，你要是这个紫，我就把你杀了。这里。然后我那会还要再修一次。为什么讨厌紫色？紫色不很好看的。我上次说过啊，我觉得像兽衣，就是死人穿那个衣服，我就害怕。好吧，哎，我真的是不知道在干嘛。你是已经画到你自己不知道做了什么？对，因为峰峰那一次我至少是骄傲的，然后我个人是开心的。至少是骄傲的，然后我个人是开心的。哦，你们那只，你真的可以说算是宣传大使了。因为在你们那个视频之前，我不知道那个品牌是什么东西，我但听了没说。啊，因为你不出门啊。哦，你知道只有贵妇品牌吧 ？Yeah。对啊，你不知道我们这种平民都在干嘛？不是，我真不知道那个东西。对啊，毕竟你有钱。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。缺小狼狗吗？你是老狗，你是老狼狗吧？伯母我可以吗？就过年回来吃饭是吗？妈，她可以吗？我只吃饭不闹事。感觉我还是美的。嗯，对啊，就底子在的，就再怎么泼墨也不会太差。包包他在影射你。我可以抓你头发吗？可以啊，已经完了。哎呀，真的很羡慕你的整个人状态。皮肤什么？过于好了吧。那你不能生气哦，这个紫色，你先别看。因为我看到，你知道，我一聊天我就会放空，然后放空以后又在重复运动，等我缓过神来以后就是你是谁，你不能哭，我不会哭的，因为这很紫，现在这个人真的假的？我不要很紫，因为我真的就忘记这是一个人的鼻子，我完全是在重复这件事情了。哎呀，我要看了，你不要哭，就是我其实远看。轮廓出来了，轮廓是有，但就很紫，这还是看不清，因为现在，你到底卸妆不要照镜子好吗？没关系，不会打你。我妈，你的嘴真的很好上哎，也太翘了吧！现在很好上，就感觉你的嘴就 ready 就是给我上口红，别笑，不然等我笑就很可怕。我是不是很不专业这个说法？没有，莫名其妙又有点好看，真的假的？我和你疯了，你疯了，小姐第一次来吗？一看你就不专业，哇！三号及时出马了，洗头功，屏幕技，屏幕技，哎，蛮好看的这。OK，Thank you。你现在也蛮像别的东西的。有什么像什么？某种妖精。妖精？就女妖、阴身女妖什么的。反正什么都要女就对了。你知道他们整天说我像这个像那个，反正像来像去全是女就对了。因为长得实在太秀气了。没办法。你的脸型真的是让人嫉妒。为什么我脸那么长？你们自己看自己可能都长出一堆毛病。那别人看就很好。你脸不长，但你的脸整体小。我脸哪里小？我脸超大的。你想气死就已经有很多女粉丝吐血在屏幕上。没有。你好可爱啊，这个。我刚发现这个男的嘴巴里面含一个那个叫球。你知道什么意思吗？那叫什么球？你那么单纯。叫什么球？我不知道，抠塞什么的。反正我知道是那种。某种游戏没吗？不知道什么游戏，伯母了解吗？就是你们大人爱玩那种游戏，所以妈妈会看你每一期视频。每一期，然后有一次我过年回家，然后当时我刚开始拍视频，拍两三期，然后我亲戚都在家，我妈说：“你们快来看我儿子把自己画得好美。”然后现场把我的 iPad 打开给别人看，不尴尬吗？我很尴尬，但我觉得我妈很骄傲。哦，告诉你，我妈那次在过年的时候，就全家人爷爷奶奶都在。啊，我好像看到你发那个对。我儿子跟一个女的拍了个视频特别好啊，他不知道芳芳是男的，他完全没有看。我跟你说，妈妈你不讲真的是看不出来。我妈看芳芳我画，她说芳芳给你画的像一个小太妹。但哇，还蛮帅的。是蛮帅的啊，就很日漫吧。可是我真的，但是你最后这期视频只能放那么大，不能再放大了，你只能用640乘480。给大家感受一下我的细节，还蛮好。其实镜头里面是好看的。真的吗？感谢 camera。 不要钱这还可以了。是好像也不难看了，是不难看，就感觉又变男生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还蛮帅的，因为我妈你眉毛整个就调很粗啊，好像真的有点男生了，怎么办？我还蛮喜欢的，因为我妈你修容这边也是加的，就我认真讲话都知道，搞得像真的一样。好了吧，我觉得你还缺什么你自己看一下，你缺卸妆对不对？
我现在缺我的枪呢。那你说实话，我画的这个比上次方方画的要好一点吧？我觉得，哎，真的好像男生哦，很好看啊。远看，大家觉得远看是怎样的？我真的觉得还因为眼型，因为你的眼型被我变了。哎，这个眉毛，我要学习一下这个眉毛的画法。你是真的吗？你是真的吗？近看，近看也太粗糙了吧？好看，好看。OK， 是好看的吧？大家觉得好看吗？然后会有什么奖励吗？请问？奖励就是他的叫什么内裤一打。我告诉你们啊，其实这一期就是方方跟我说，这个人就一直想蹭一下我们美妆圈的热度，所以说我就勉为其难和他录一期。反正就大家就会不上这期。对，这一期如果大家能看到，就是我实在不好意思拒绝他，所以就这样。你这样很帅，你看你这个形状。真的。你的假叼一根烟来。好，微微这个多了。你刚那个很帅。这样吗？啊，这样很 OK， 好看好看。好做作，好像一个 T 哦，好像一个 T 哦。怎么办？我突然觉得底子好，真的很好。被你这么画都还是美的。快三过五。OK， 那我们这期就这样，请大家记住这个人。拜拜，妈妈。什么 ？Whatever, bitch。这段要逼吗？把他的频道逼掉。伯母加我微信哦。OK，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这样了，拜拜。弹幕我用过的人可以继续留言。刚刚唯一一个已经留过言了，他能要再留一次？对啊，就是他，就给我打个 call 好吗？然后反正你用过的都不想再看到你了，觉得不行就不会再看你了。哎，你要往这个方向走又不敢聊下去，又聊不到，自己要开车，然后发现自己不上车，把这一刻意就自己走。对，把你憋在那让你难受。嗯，我现在就很无力，这个人。还美吗？不要讲假话。哦，你这个伤会刺人的，好痛！你刚刚以为是我什么刺到你那么结实？放在这边然后一刺。硬磨他的人快来说是，回答是。对，你看这个真的会刺人哎！你笑屁啊！每次过来还是没有准备好。你自己把我画成这样，你自己要被吓到。真的有一种另外一快三过五。快三过五什么意思？就是快餐是300，过夜是500，你不知道这个事情吗？你先说了好几次，其实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。就纯情。我果然是个孩子。给大家看一下，哦、你还录啊？他本来还想画天使境的区域，但我觉得大家可能不认识。天搭这个，我看到这个，我现在我觉得爱到死，画的太好看了，有男生一点吗？这样哇，薛之谦，你是好像薛之谦，真的吗？对。我以后就画这样的眉毛出门了。你这，我觉得这薛之谦宝妆好可怕。结果主题换了，是不是？变成很像哎。我不想像他。算了，我还有好多共同朋友。